OBD2 故障代码技术说明 Number 4刚电热塞电路高电平是什么意思？ 这种通用的动力总成诊断故障代码 DTC 通常适用于许多 OBD2 车辆，这可能包括但不限于吉普车、克莱斯勒、宝马、丰田、大众、道奇、拉姆、福特、雪佛兰、马自达等的车辆。设置代码 P067B10 意味着动力总成控制模块 PCM 具有在4号气缸的电热塞控制电路中检测到高压情况。 请咨询可靠的车辆维修资源，已在您的特定年份、品牌、型号和发动机配置的代码说明中确定所述气缸的位置。柴油发动机使用高压缩力而不是火花来启动活塞运动。由于不涉及火花，因此必须提高气缸温度以最大程度的压缩。每个气缸都使用电热塞来实现这一增长。 通常将火花塞与火花塞混淆，将每个气缸的火花塞拧入气缸盖。电池电压通过电热塞计时器，有时称为电热塞控制器或电热塞模块和或 PCM 施加到电热塞元件。将电压正确施加到电热塞后，它实际上会发红光，并有助于提高气缸温度。一旦气缸温度达到所需水平，电压就会受到控制单元的限制，并且电热塞将返回到其正常状态。 如果 PCM 检测到4号气缸电热塞控制电路的电压水平高于预期水平，则将存储代码 P067B， 并且故障指示灯 mail 可能会点亮。电热塞的示例照片，此 DTC 的严重性如何？任何与电热塞相关的代码都可能伴随有驾驶性能问题，必须紧急处理已存储的代码 P067B。 该代码有哪些症状 ？P067B 故障代码的症状可能包括排气中产生过多的黑烟、发动机驾驶性能问题、延迟的发动机启动、降低的燃油效率，可能存储了发动机失火代码。哪些常见的代码原因？产生此代码的原因可能包括电热塞坏了、电热塞控制电路断开或短路、电热塞连接器松动或有故障、电热塞计时器不良。 P067B 的某些故障排除步骤是什么？将需要诊断扫描仪、可靠的车辆信息源以及数字福特、欧姆表 DVOM， 以便对代码 P067B 进行准确的诊断。使用车辆信息源搜索适用的技术服务公告 TSB， 如果找到与车辆品牌和型号所出现的症状以及所存储的代码相匹配的 TSB， 它将有助于您进行诊断。 您可能还需要从车辆信息源获取诊断流程图、接线图、连接器正面视图、连接器引脚分布图、组件位置以及组件测试过程规格。正确诊断存储的代码 P067B 将需要所有这些信息。对所有电热塞和电热塞控制线和连接器进行仔细的目视检查后，将诊断扫描仪连接到车辆诊断端口。 现在检索所有存储的代码并冻结帧数据，并记录下来以备后用，以防万一您需要。接下来我将试车以查看代码 P067B 是否已重置。驱动直到发生以下两种情况之一：要么 PCM 进入就绪模式，要么重置代码。如果代码被重置，请继续进行诊断。如果不是这样，则说明您正在处理一种间歇性疾病，可能需要恶化才能实现准确的诊断。 这是服务手册不会给您的提示。测试电热塞的可靠方法是将其卸下并施加电池电压。如果电热塞发出红色的亮光，则很好；如果辉光无法加热，并且您想花点时间用 DVOM 进行测试，则可能会发现它不符合制造商的电阻规格。执行此测试时，请小心不要燃烧自己或着火。 如果电热塞似乎工作正常，请使用扫描仪激活电热塞计时器，并测试电热塞连接器处的电池电压和接地，使用 DVOM。如果没有电压，请测试电热塞计时器或电热塞控制器的电源。按照制造商的建议，测试所有相关的保险丝和继电器。通常，我发现最好在装有电路的情况下测试系统保险丝和易容线。 未装入电路的保险丝可能工作正常，未保险并带您走错了诊断路径。如果所有保险丝和继电器都可以正常工作，请使用 DVOM 在电热塞计时器或 PCM， 无论它起源于何处，上测试输出电压。如果在电热塞计时器或 PCM 处检测到电压，则怀疑您的电路开路或短路。您可以找出引起差异的原因，或者直接更换电路。
有时认为 P067B 不能由电热塞故障引起，因为这是控制电路代码。不要被欺骗，不良的电热塞可能会导致控制电路发生变化，从而导致产生这样的代码。尝试诊断错误的气缸比您想象的更为常见。避免自己头疼，并在开始诊断之前确保对正确的气缸进行定位。